当海岛第一侦探福尔摩星在来到麦地上空时，突然一个大黑兔子从麦田穿过，这让福尔摩星不得不联想到了烤兔，随即便追了上去。然而当福尔摩星追到跟前时，才发现竟是一名骑着大黑兔子狂奔的敌人。由于敌人并不想将大黑兔子交出来，这让福尔摩星顿时起了杀心。好，你跑吧，你跑得过我啊？咱俩就来个龟兔赛跑。就这样一个跑一个追，追得不怀好意打了一枪，吓得跑的人魂都在后面追呀。小东西，很快敌人便在废墟下面停了下来。见到对方不跑了，福尔摩星立马将飞机停在了废墟制高点。当看到对方跑进了拐角，这立马让福尔摩星乐坏了。小东西找了个劳作是吧？就在福尔摩星前去查看敌人的位置时，竟差点摔成了肉饼。好在是这祸福大命，大落到了台阶上。随后福尔摩星一个大跳来到了对面，透过膀胱发现了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敌人。见敌人并没有逃跑，福尔摩星这才放心的打起急救包。与此同时，敌人见福尔摩星已没了动静，便探头查看。再看到这么可爱的敌人，福尔摩星不得不提醒一下敌人：你看天上是什么？天上，咦哈哈，投降不？可敌人转头就要跑路了，这让福尔摩星立马恐吓起敌人：你现在不回来，我马上就给你打了，听到没有？然而敌人并不傻，怎么可能就这样相信福尔摩星的话？见此，福尔摩星立马驾驶飞机开到了高点，确定没发现敌人，转头又来到了炮楼。在福尔摩星的仔细搜查过后，竟然没有发现敌人的影子，这让身为海岛第一大侦探的福尔摩星立马锁定了敌人就在箱子后面，随即一个燃烧瓶丢了过去。跑哪去呢？可敌人并没有躲在箱子后面，这让福尔摩星立马感觉到了自己这个海岛第一大侦探可能会栽在这名敌人手里了。无奈为了保住自己这海岛第一大侦探的名声，福尔摩星不得不借用飞行翼细心的寻找每一个点位，而敌人却像凭空消失一样，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一头雾水的大侦探福尔摩星也以问候来化解这一尴尬。我在经过来来回回49圈的寻找，此时下面的亲友团也坐不住了，纷纷向福尔摩星提出自己的意见。然而以福尔摩星多年断案的经验，果断的就将亲友团的意见否定了。他怎么可能在水底啊？他没往左边去啊，跑着跑着他就没动了。就在福尔摩星向左逐渐扩大搜索范围时，突然发现了和对岸起了两团烟雾。福尔摩星再次凭借着多年探案的经验，立马推断出了这如果不是那名敌人丢出的，就是其他敌人丢的。带着非要查个水落石出的念头，福尔摩星乘着飞机过去了。可就在福尔摩星来到烟雾上面查看时，一个人影都没有，这让福尔摩星似乎有了灵感，敌人在使用金蝉脱壳。他妈还挤了两颗烟迷惑我。就在福尔摩星给飞机加满油准备继续搜查敌人的下落时，没想到敌人由于在水中太长时间竟然浮了上来。好在福尔摩星以多年探案的经验，立马断定水里的肯定是个人。啊，你个老东西，你个老东西，你搁这呢，老东西，啊，你搁这呢，老东西。在将敌人就地正法后，从未遇到过如此离奇案件的福尔摩星也是夸赞着敌人很会跑，跑挺快啊，跑到那边去了。随后小心驾驶飞行翼来到水城，发现了房顶的两名敌人。大家都知道枪打露头鸟，可这货却恰恰相反，竟然瞄向了另一名不敢露头的敌人。哼。看到那名露头的敌人已经缩了回去，小心赶忙驾驶飞行翼绕到了敌人后面的房区，立马一狙将倒地的敌人补掉，紧接着再打了一个急救包，借用蹦床来到了隔壁的房顶，一狙又将另一名敌人击倒。就在小心驾驶飞行翼将敌人补掉的同时，另一名敌人竟然骑马跑路了，这让来不及舔包的小心迅速的驾驶飞行翼追了上去。就在小心来到假车库时，那名逃跑的敌人竟然遇到一个空投走不动道了，这给了小心击杀的机会。平衡头，哎。哎，随后小心驾驶飞行翼回到了水城，并从敌人盒子里收到了一把信号枪，但由于飞行翼即将失效，小心不得不提前换上一匹白马。就这样，马骑着小心以将近90迈的速度来到圈里，小心立马打出了信号枪。为了能更好的伏击敌人，小心便准备上到房顶。能不能跳上去？跳不上去的话，我们想办法啊。因木门太高，小心无法直接跳上去，于是便来到了后面，准备借用围墙爬到房顶。然而经过几次的尝试，小心并没有成功，但这对于小心来说根本不是事，因为小心早已有了办法。我是有一个办法，我有自行车。随后小心便掏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28大杠，经过几次的定位，小心终于是将28大杠对准了木门，紧接着开始了尝试。木门为什么攀爬不了啊？那么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上到房顶呢？这个门为啥攀爬不了呢？挡住了吗？没有挡住啊。就在这时，一辆蹦蹦开了过来，小心立马掐起顺暴迎了上去，直接就将一名敌人炸倒。
随后，另一名身法玩家也来到了房里，疯狂地秀着自己的操作。然而，蹲在窗口下面的小新早已给对方下达了死亡通知书。由于毒圈已经刷起，再加上空投以极其精准的定位落到了房顶，小新只得骑马进圈，而两名被击倒的敌人也被毒死在圈外，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来到圈里打完了药后，小新又在一处山坡发现两名敌人，小新迅速的扑烟，紧接着一颗手雷将左边的敌人炸倒，而另一名敌人在跑过来后没有发现小新的身影，竟对着马来了两下。与此同时，毒圈又刷了，小新只得一边扛毒一边与敌人拉扯。打完了药后，小新迅速骑马占领对面的山头，可刚到这里就被最后一名敌人扫了过来，小新直接一个手起刀落将敌人击杀。射击！